跟我的话还好，可是我觉得十强里面伟霆叶伟霆跟吴中明他们两个就是很搞笑，有的时候因为我平常没有那么爱说话，可能就坐在旁边，他们两个就是会对话就很好笑，我就会在旁边一直笑，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其中一个主题唱的是林忆莲的夜太黑，然后有那天彩排完回到后台，那天彩排完回到后台，然后伟霆看到我就说怡蓉你为什么唱我的主题曲这样，然后我那时候听不懂，然后钟明又在旁边，然后他就说因为伟霆姓叶，然后伟霆皮肤很黑，我唱的是夜太黑，就我那时候就一直笑。